欢迎你来跟书燕学中文。这里是中级班的语法课，现在我们学习怎么用得，这是第一讲。得用在动词后面，表示可以做，否定用不得。请看例句。这种蘑菇吃得，那种蘑菇吃不得。这个喷泉的水喝得，那个池子的水喝不得。那家公司的产品买不得，质量太差，而且他们不保修，也不保换。这个活儿做得没有风险，每人100万，干不干？好。接下来我读一下关键词。可以，否定，蘑菇，喷泉，池子，家。公司产品质量差，而且保修保换。风险，干，好，最后我再用正常语速把关键词读一遍。这种蘑菇吃得，那种蘑菇吃不得。这个喷泉的水喝得，那个池子的水喝不得。那家公司的产品买不得，质量太差，而且他们不保修也不保换。这个活儿做得没有风险，每人100万，干不干？这堂课到这儿就结束了，我们下次再见。Special thanks to Dr. Liang.